行飞蛇斯文，维英乐吴谨言，副策副行许海同以晴苏青呢日就一齐南下现身香港。虽然呢日系中秋节，不过阿蛇夜晚又要赶翻内地做嘢，唔可以同一班演员好好咁聚一聚啦。本来我今天晚上就已经准备了带他们去吃什么玩什么，那突然接到一个新的工作，所以就没法跟他们一起过那个中秋，我自己非常内疚，因为他们难得来香港，但是我没有带他去玩，所以我希望下一次吧，还有希望他们今天晚上可以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在香港。至于戏入面的大奸角以晴苏青自播出以来就日日被网民咒骂，那不知道苏青自己又是怎样适应的呢？不用巧合，就是一种娱乐，我也参与了。其实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心里特别的忐忑，也特别的害怕，倒不是害怕被骂，因为我觉得我内心还蛮强大的，只是害怕万一演不好的话，可能以后真的就麻烦了，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嘛，这样的角色还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。而一直盛传会开拍的延禧二，大家都非常期待，到底几时会正式开拍啊？延禧二可能不会写嘞，那天我们聊完以后，吴宇老师说可能会用另外一个故事把大家都聚在一起。